你好，我是思敏。见钱眼开，这是一部业配，过行而有业配的咩？过行就有过行，就有没也。接触了你们都有自己的特征，特征让大家更容易识别你、记得你、感受你、意淫你，也导致大家的视觉进化论开始改变，演变成别人看见某样固体、液体、简体、繁体，潜意识的就会想起你。看见废柴，跟你一样耶，又废又干。看见黑洞，哎，你的前途哎，有够黑。光是意识出圈，岂能填满人类邪恶的娱乐值呢？还没看过哆啦 A V 梦，非常有想法，他还会顺口帮你吹，说的是顺口帮你起花名。非常亚洲的你，在出生时就有很大几率荣获亚洲脸孔元老级的基因，性感小眼睛，在以前眼睛小最接地气的花名孟俊安，这个是我这边的说法啊，你那边不一样就自己拍影片了、啊、在你认为这个花名已经够拐男的时候，还有更拐男的，你的低能朋友问你，你眼睛很小哎、欸，叫你看东西只有一条线哦，你屁眼就一条线，到底是谁灌输他这种说法？他科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他脑神经是不是也只有一条线？你考试作弊，晚上当双明蛙，鼻屎偷吃，你爸爸没看见的我都看见了，不要惹我。那些 bad chat 的事情，爆红后一堆人影衬影，吹洗脚头，朋友带你吃火锅。不但眼睛小，而且还近视。当你戴上眼镜后 ，Hello， 我现在完全看不到你的眼睛哎，那就是你眼睛有问题了。算了，你就当我没眼睛，反正对于你我都很难不给你光讲。当然，眼睛小还有一个特殊救赎，50%是你的家族基因，另外50%是上辈子你在 test bed 有关同学，那老天就会发你一张兑换双眼皮超级优惠券，把你垂下的眼皮收起 ，S S size 换去 S size， 稍微再让你露出一点黑眼球，直接看穿宇宙的奥秘。一单一双的话，可能只是换一半吧，所以我乱讲。白眼球不用啊，白眼球遇到点脑畸形了就会自动翻。同样的，这种带有严重虐性的特征花名，只能由好友或死党级别发动。点头之交和以外的弱智请自重，由他们发动技能，就会演变成一种精神击溃犯罪案。通常发生在小学，因为小朋友脑损美伤残；发生在中学，一样系脑损美伤残。大学的话呢，没有大学没有人要理你。如果你有人服务，俾多啲竹笋你仔都食得下。接下来的特征，晒黑的皮肤，无关基因问题，纯粹是被太阳菌晒黑而已。有时候还会被误认为有族同胞，尴尬到北极。重新结冰，一年365天都在骑摩托的勇士们，如果你们不曾被晒黑的话，你就是人类奇迹，光线骇客。皮肤为了抗敌之宝，我们可以学习大妈防晒守则：头套、帽子、棉质口罩、高领长衫、防晒 jacket、料理手套、长裤、长袜，全身上下密不透风，就是为了买个午餐。闲呢，皮肤还没黑，人就先狗死了。我也觉得很闲，所以我皮肤就黑了。全黑 balance 没事，不 balance 才不该。因为口罩，你的脸变得更 Q， 开始半黑半白、半干半润。我讲脸啊，自我怀疑第二身份，他把母熊的。那我们就这样屈服于太阳的淫威之下吗？不，你可以用 EPR Jelly Mask 美白提亮，改善暗沉，杜绝硬糖发黑。EPR 你我做起，太久没夜配生素了。除了男女朋友的口水 Jelly Mask 也可以滋润你的脸啊。那因为是透明果冻形态，所以敷起来的时候非常方便，随意涂随意动啊。敷着骑摩托去买午餐都行，半边 Jelly Mask 半边口罩 Genius。当然也可以减轻皱纹，使毛孔紧致细腻 ，QQ 弹弹又紧又湿，像极了爱情。像被打巴掌会反弹吗？我个人猜测而已 ，sorry。还是跟萝莉尾被喷得满脸。脸灰尘很脏很红很生气，可恶！一片 Jelly Mask 抗敏抗菌修复肌肤，嗯，良心产品，良心比我眼睛还大。那特征也不光是套用在外表，行为也是可以很贴切的。一个超棒的例子，早上饮茶隔篱台的安哥一个啊气，哇！二宝又渣山啊！然后你听到崩粉嘅 Andy 问：依碗粉边个噶？你喺头先打一次好似炸屎佢嗰条友 ，respect Andy 啊！去和你老板朋友庆祝生日，服务员问哪一位是主角？你看起来很低能那个，开玩笑，不要打扰人家工作，这样子做自己看起来比较低能。那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啊，敷 mask 以外也要记得多喝水，内外双保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除了 Jelly Mask EPL 也有很多针对不同性质肌肤的护肤配套，有兴趣的你可到影片说明栏中的 EPL 网站去了解更多详情啦。再来个慢单，谢谢独一无二的你，看完我的业配影片，坚定的小眼睛表示真诚感谢，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